潰す。1グラムいくらか分かってんだろうなお前ら。这个日本人呢，他跟东京的一旦交通意外有关，想遣返他回日本，机票在这儿，后天出发。こんにちは、祝福龙内。真倒霉啊，从香港倒霉到东京。嫌疑犯逃了。我靠！总之我保证，如果找不到他，我不回香港。OK。あの映像以外に何か証拠あるんだろう。なんだよ。米袋。全部都给我靠边站，身份证拿出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，但不包括我。If you don't bring your ass over here, you're gonna see your girlfriend fall off the Tokyo Tower.你是要所谓地球转都在停为止吗？